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再继续带大家嚟呢个青茂口岸嘅出口来魅力商场。咁今次咧就系、去呢一个二楼嘅。咁首先打头阵嘅咧就系翠华餐厅，最出名就系食鱼蛋粉啊、奶油猪啊同埋港式嘅嘢食。咁呢度咧就有个豆花烤鱼啊，好大间喎。咁在呢边咧有云吞天下花溪牛肉粉，哇！仲有最受欢迎嘅麦记麦当劳啊，有麦当劳点会少得肯德基呢？咁再嚟就系黑白电视呢、這个长沙吃货铺，就有呢个臭豆腐。咁另外嗰边呢？就是有呢一个青花椒爱上鱼啊，又是酸菜鱼啊，咁都好大间。我记得之前咧好多细铺头喺呢边嘅，不过个位置比较入咗少少，咁所以应该都俾啲大铺就攞埋啦。咁啊，出嚟睇一睇啊，康师傅牛肉面。免费加面喎，食到你饱为止啊！跟住味千拉面，咁呢边又系肯德基啊，都好大间喎。咁再嚟咧就系捞面啊！和府捞面啊，养生草本汤加面，咁啊设计得嘅特色。咁前面就系南洋四季椰子鸡火锅，哇！听个名字都不得了。咁呢边呢按摩椅喎、哇，摆晒按摩椅喺度。咁呢个商场都开始多元化啦。咁啊，老碗会都係食嘢。嗱呢边呢有啲美甲美容啊，慢慢呢就即係喺个广场嗰边，即係地下商场好似搬咗过嚟。咁呢边咧，几乎就系年青人嘅世界啊！哇，呢个就系嗰啲西部嗰啲嘢食。咁呢度又系美容美甲啦。呢间叫萨那亚，食意大利西餐嘅披萨啊、意粉咁样咯，好多人哦、真系好受欢迎。古法美容经络推拿，咁呢个洗手间，咁又冇地下商场嗰边咁恐怖啊！呢个自助火锅，嗱，地下商场都有一间嘅，不过嗰间咧就有啲转转下嗰啲咧就拍嗰啲昆虫啊，呢度就冇，咁啊感觉上咧就好似干净啲。咁啊啲嘢食咧，咁喺个氹氹框咁样转咯。$59，哇！自助小火锅又系食到你饱喎。咁啊，麻辣煲、麻辣汤，系啦，麻辣汤。咁呢边就系米田屋，哇！请紧人啦。咁呢度咧就似系食韩国嘢喎，石锅拌饭。系啦，朝鲜族。嗱，呢个就系意大利餐厅咧，出边等紧嘅人啊。
咁可想而知，真係西餐好受歡迎。咁我哋可以去後面咧睇一睇個餐牌，因為頭先經過咧，我都覺得好吸引。哇！甜品幾多款式？嗱，全部坐凳仔喺度等緊。哇哇哇哇！呢度哇，原來可以食牛扒、沙律。哇，冇睇錯啊嘛，9蚊雞雪糕。哇，真係要揾次嚟試一下。味千拉麵、煲仔飯，咁二樓大致上就係咁啦。咁啊，參觀完畢，多謝大家按讚、分享、訂閱，歡迎大家打賞，拜拜。